剩下的一部分是 KT 的话，当然在15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1.259。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按我们去设计这个 NA 的幅度的话，那希望到时候这个 KS 等于20。现在就要求这个红色的这个 NA， 它在这里之后就非常简单了。之后出来的这个结果呢，这个 NA 是等于3.18乘上10的14次方。OK， 那当然另外一边的那个。现在就是要用利用那个 JP 的另外一个电流的一个式子来计算。JP 的话，那希望计算出来是不是就一样把这些数字呢都带进来。
瞬间的那个大小不一样的话，那还会去影响这个鉴定的结果吗？那么这个评估0.6在当下这样子的那个操作，就把这个瞬间平安力没有带进来，那剩下的那个就是 KD 的那个导数的话，就是带室温这个0.29，那就把题目要我们设计这些一些数据把它写进来之后，那就是。简单的一些那个运算计算，就最终目的是分别去求的两边的这样子的那个三张图的内涵的那个大小。下一个例子的话，一样是我们课本里面的其中一个 example，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题目。它要我们就是说，同样是利用有一个利用 silicon 制作合成的 DNA 里面有一个基因，然后在食物操作底下，那它在相同的这个瞬间平安0.6的当下呢，我们得到的这个 JAC 就是它的。电流密度的话是4.15，那它要我们去计算说，就是在它的这个中心区的话，中心区应该会有一个那个电场强度。那它要我们去知道说，这个到底这个电多少可以让这个中心区那些那个多数载子，它有这样子的那个受到这个电场的驱动而漂流，带来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其实会用到的，这边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里的时候，是承接我们刚前面的这个讨论，就是分别是这个解法，然后最后就是知道说这两个载子都会对我们的电流密度有贡献，就把两个相加起来，然后相加起来之后的结果，就把前面这一项，前面这个小括号把定义叫做它在这个二极体制作出来之后它的那个饱和电流密度 JS。那我们这里的话，当然是说。我们先来计算一下，就是说，因为 JS 已经给我们了嘛，那现在也把瞬向平安0.6在这样子的那个操作底下给我们，然后就可以把这些都带进来，我们可以得到它的在这样子瞬间底下它的总电流密度的大小。那这个总电流密度大小计算出来的话，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是它可能会有时候我们在中心区它的电场到底。在这样子平衡底下，那个电场有多大，那才可以让就是说，因为我们整个电机面的话是这样子串起来的，所以说这个偏压加在整个元件上面呢，它在里面会有一个电场强度。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来看说，到底它的那个电场强度是多大，才可以让它整体在这样子的平衡底下有这么大的电流密度。所以我们就先来计算它的总电流密度的大小。
然它也可以有其他的问法，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在28页那边，我们知道 JS 它其实是我们刚刚上一个例题，它前面那两个系数相加嘛，那它可能也可以给你那些系数，那你先让你去求出它的这个 JS， 然后再代进来，就是可以把这样子题目做一些变化。在这个 N 型中心区，它的电流密度的那个大小的话，就是它还是会等于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总电流密度，用整个元件直接串起来。那其实这个总电流密度，它对它在中这个 N 型中心区里面对这个总电流密度造成的这个主要的贡献的话，其实就是电子 JN。那这里我们要用到一点点在第二章的那个讲到一个载子它的那个电流密度的。那个关系的话，它是怎么这样子？就在第二章中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它会跟当下里面这个分型中心区里面所有电子的总数有关，那也跟这个它的本身当下所处在环境的电场强度及本身这个来自它的那个迁移大小有关。所以这里的话，大家如果忘记这个公式，可以稍微回去翻一下我们第二章讲到。在一块半导体里面，它的有一个电场加在它上面的话，它的电流密度啊，会是等于这样子的那个关系，就是我们的那个多数载子的漂移电流。Yeah.
将它的这个电流密度的这个大小。所以这里的话，那我们就先计算出总电流密度，就是说在整个流线这个流动中的话，它的那个电流密度的大小。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聚焦在红色这个 N 型中心区。那我们利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二章那边，我就是说在第二章谈到的时候，大概就是说只有一块半导体材料，那它里面有多少的载子在里面，然后可以去计算出说它在不同的电场情况底下它的那个电流密度大小。那我们把这里的概念一样把它搬到这边来，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说到时候能流过这个红色区块的电流密度是这么大，那它里面的载子数目啊，还有就是它的本身的那个载子的迁移率我们知道，那我们要去反馈说在这个区块里面整体来讲它的那个电场强度是多大，那当然通过这边的那个计算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说这里的那个电中心区的那个电场强度是这么大。整个空保区宽度的话，我们还是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前面的计算的时候是还没有加偏的。那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密偏的话，那我们知道说整个空保区宽度是会变比较大，所以整个到时候空保区宽度的那个试值的话，其实你要把那个偏压把它那个跟我们的 BBI 之间，比如说我们加逆偏的话，应该变成是那个减掉负的。减掉一个负的电压值，那他自己把 BI 给我们，就是把 BBI 加上 BI 就好，就知道空保区宽度是会变大的，那我们要做这样子修正。
是要求这个题目跟我们的 JJ 可以选它的那个产生电的密度的大小。这个产生电的密度大小就是我们三十天然后电的那个它等于 Tau G U N I 这样子。所以我们从这最后这几个例子的话，一样就是发现说，很多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就这个题目用到的就是有一个公式，我们用到同样这个章节比较前面，它介绍过的一些那个关系式啊，一些观念，甚至我们会用到前面两章的一些内容。所以当然，如果说你到这边的话，如果前面的内容稍微有点忘记的话，可以通过例子的这个演练计算，然后再回过头去，刚好把那一段再顺便把它复习。
些厅的话，其实我可以把它视为是那个 P N 界面，再稍微去做一点点延伸的那个变化，从那个结构来看，或者是想要等一下，我们就会进一步的讨论说它在不同的操作情况的话，到底为什么这个 P N 它的一些电流有这样子的那个关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双极性的话，相比之下，在像是学到的那个模式的话，其实它通道形成来说是主要是简单其中一种那个材质的那个变的那个传输，一些比较复杂的那个东西。之后我们会再二说，所以的话会稍微比较一下两种条件。现在是来看一下这个 BJT 的那个基本的结构，那这个结构跟我们上个礼拜在讨论到它的那个界面取得效率的时候，就在那个还有这边稍微画一个图的说明，所以就是说，我说今天界面要形成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比如说先准备一个 P 型的基板，然后我们在上面用一些氧化层盖住，然后给我一个窗口，那这个窗口的话，就是说到时候。可以用一些离子体，或者是一些扩散的那个方式呢，让那个漏出来的那个结构，把它
出来的部分的话，我们就用刚刚讲的，就是一些那个热扩散的或者其他的方式，我们把这个露出来的数据过去，先把它弄成是一个 N 型的材料，像是一个那个水池一样往下凹的部分，再把这个区块当中。好，那我们原本只能在上一张讲到的眼睛大概这样子就完成，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图形跟 N 型分别把它组成一些变形，然后可以对这个 PNG 进行去操作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制造一个原先是 BZD， 所以 BZD 的话当然是有 NPN 或 PNP 的。那我们这里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开始是准备 P 型的那个信息板块，我们要制造应该是一个 PNP 型的那个 BZD， 所以我们刚刚把这个区块变成是 N 型之后，之后呢，其实还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再把这个水池，再用一个小水池给它，就是说让蓝色的区块再掺杂回来，把它就变成是一个 P 型的那个半导体材料，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刚露出来的部分这么大，那我们现在只是想要针对它的这个 N 型的这个局部的区块里面，再把它转换回变成是 P 型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先把其他部分先把它再挡起来。那比如说刚刚中间这一部分都是露出来的，那你再用一层氧化层把这个部分把它盖起来，让它留下这个区块的时候，那你再针对这个区块再去做一些扩散的那个动作，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黄色这个区块再把它转换成那个 P 型的 P 型的半导体材料。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蓝色区块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未来等一下是要把它作为设计的那个使用，所以参展的时候比较高，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让它比较高。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三层的材料，包括一开始的地形信息板，我们先把它扩散成中间有一个大水池，变成是小水池，然后再盖起来之后，再用一个它的混凝土去改变一个更小的水池，把它变成是P 型完之后，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针对这三层材料，你要分别针入相同金属，然后做个电极。因为这个既然要做三个断点的话，我们就是要用一个金属电极给这三个断点，它到时候可以去对它施加一些不同的电压。所以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像是最后的这个 P+ 型的这个区块呢，它还是镂空的，我们就到时候是镂空的，我们就直接针入。可是你现在就是说，我们刚为了制造这个 P+ 的话，我们有先用一个那个，比如说氧化层先把它盖起来，第二道的那个把它盖起来。那这里的话，你就要去利用一些湿热的方式把它吃掉，然后让它的原本第二道步骤这个分子一样让它裸露出来。那到时候才可以把那个金属电极分别把它针上这个 P+ 的这个区块，那这个 N 的区块一样也有电极在它上面，然后底下这个基板就是它的板块，然后下板的话直接给它一整面的那个金属电极，那这边的话就是有三个断面，三个金属的话，到时候可以去对它施加一些偏压。好了，这基本上大概就是它的这个结构的变数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在讨论它的一些内部的材质的时候，就会用这样子。那我们会把它，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我们下列这样，就是三层材料这样子。那你可以，其实我们刚刚知道说有一些的话，你可以把它视作是跟下列一样，你只要我们这个虚线这个区分，把它这样解开来看的话，那它其实也是 P+ 跟 P 这样子的那个三层堆叠起来的那个结构，然后就后面这个区块的结构告诉它调整一下，就是说它有一些。OK，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把那个虚线那个区块把它倒过来，这里就是那个 P+ 的那个区块，这里就是中间的那个 base 进行的区块，它是 N 型的，然后最底下的话就是我们的基板的部分，就是 P 型的那个基板。那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在电脑过程中熟悉，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那个。P 型、N 型这样交叠起来，它中间夹的那一块不同的那个参展类型 N 型，就是其实主要对我们的那个 base 机器来使用。那剩下的两个部分的话，就是 P 型，那当然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就进入说这个设计这个 P 型的话，那
产的能力，应该是这三个指标里面浓度最高的，就是 P 八十七的那个指标啦。最后的话，这个机器的那个 P 啊，这个基板的部分的话是三个里面浓度最高的。啊，就把这样子的那个 DJ 叫做 PNP 型的 DJ。那当然，这个 PNP 的那个 BJT 的话，在 SD 上的符号大概就是右边的这个符号的表示。那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 DJ 上的符号这个箭头部分的话，那箭头的所在就是我们的那个设置的部分。那这个箭头除了就是告诉我们设置是在哪一端的之外，它也隐藏。就是说，它直接会讲说，到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它的电流流动的方向。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三个端点的话，就结果来讲，我们之前提到就是说，它的电流最大的应该就是涉及的 IE 的这个电流。它既然是最大的话，那如果把它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箭头的这个符号把它连接在一起的话，我们涉及电流就是应该是往我们的元件里面去。流进来，那 IE 流进来的话，当然它是电流是最大的，那剩下两个端点的话，就是 IE 这个电流的那个它的那个两个端点的电流加总起来才是等于它嘛，所以它分流成那个 IB 这个机器电流和那个 IC 这个机器的这个电流。那当然我们就是说，我们主要应用在那个电子仪里面去，然后应用在一些那个讯号广告。操作在这个 active mode 主动模式。那主动模式的话，大家有什么？就是它的两个 PN 界面的话，有不一样的一个瞬间图片的形式。那这两个 PN 界面，大家等一下进一步讨论的话，我们会两个先稍微把它分开图片看。比如说，我们先看左半边的话，这个设计跟机器的这个界面，它这里是一个 P plus 的嘛，其实就跟我们在上一张的那个单色的图纸很像。那这是其中一个界面，那另外一个 PN 界面的话，当然就是类似机器跟机器的这个那个 PN 界面，它主要就是用这两个界面它的瞬间里面的情形。那当然操作在主动模式可以用来作为放大器的话，当然就是指的就是设计跟机器的这个界面是处在顺向平压的这个情况。那另外这个界面的话是处在逆偏的情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让它操作在。这样的这边主动模式，那它的一些电压的情况，就是底下这边所描述的。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当然就是老师刚刚已经有讲过，就是说这三个端点它的名字啊，还有就是说它的那个掺杂情况，浓度最高的话，其实是设计仪的部分；那浓度最浅、最小的话，就是机器的部分。那中间的这个 base 的话，机器的部分的话，它的掺杂浓度是比较适中的。可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机器的宽度是这三个里面最小，它是很窄的。那我们当然等一下讲到电流的部分的话，我们会解释说为什么要让它很窄，主要其实也跟它在机器里面少数材质浓度的分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让它的那个宽度很窄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它就可以有一些那个，等一下那个少数材质浓度分布会趋近一个斜直线的那个分布。那当然这个浓度很窄的话，其实要窄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就是跟它在机器里面它的那个少数材质的扩散差异，也就是机器是 N 型嘛，那它的少数材质就是电动，也就是说它的那个机器的分布在设计的时候要比这个材料的电动它的那个扩散程度的话还要来得窄。那这样子是一个到时候这个 BJT 才可以为数想要的一个正常的因素。OK， 那底下这个 NPS 大概就是反过来说，我这边就不论述，大概就是说它的三层的材料夹杂就变成是 NPN 这样子的那个交杂嘛。可是它不变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掺杂浓度一样是 N 型的这个设计的话，它浓度就需要最高的、最大的，那这个机器的话也是浓度最小。那它其他的话，其实如果一样是操作在主动模式的话，同样是这个界面是顺边，这个界面是逆偏，那它的那个符号还有那个箭号的那个方向号就稍微不同。好，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在电子仪比较没有讨论到的
学完了前面三章之后，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进一步的来分析说，哎，到底这样子一个 P plus N P 这样子的 P N P 型的那个 B J T 的话，它的里面包括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有两个界面，那这两个界面的话就会有分别有两个空白区的出现，它这两个空白区，它当然里面有一些空间点，所以在这两个空白区里面就会有各自的一些变长啊，还有UI的等待等等这些分布。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就是最上面这个图啊，它就是 P plus 2，它是 P 嘛，它是这样子交叠起来的一个 BJT。那首先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它的掺杂浓度最高是涉及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先看涉及跟积极的这一个 PN 界面好了，你把先把左边的到、哦、右边的这一个积极部分先把它挡起来。你先看这个 PN 界面，它是一个 P plus N， 那它就是跟我们在上一章讲的那个单侧抖界面几乎是一样的。单侧抖界面不是一个 P plus N， 那我们讲到单侧抖界面有一个重点是什么？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它的那个空白区分布，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单侧抖界面，只要一个 PN 界面的话，它的两边的掺杂浓度的大小，其实会影响到它的那个空白区挂在它这一层材料的那个宽度，知道说那个。为了要维持这个东西，它的那个宽度的话，其实掺杂浓度越高，还是它的空间宽度其实是会变得比较薄的。那我们这里，它既然这个设计跟直接分是 P plus 是一个单色抖界面的话，那我们几乎可以说它的整个空白区都是跨在我的那个 base 的部分。那这个 P plus 这个区块其实是很窄、很薄的。我看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空白区块，它是这上面。OK，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分布。那另外的话，我们看完了它的那个空白区分布，我们知道说几乎是跨在 base 的部分之外，我们进一步来可以往下面这边走。往下面这边走的话，就是它的空白区里面就会有这个空间电荷嘛。那一样，这个空间电荷就是说，在 N 型的材料，它的空白区的话，它裸露出来的空间电荷应该是那个 N plus 这样子带正电的空间电荷嘛。那在 P 型的那个空白区里面的话，一样是带负电的那个空间电荷会有这样子出现。那当然，这边两个那个空间电荷分布的话是两个的那个电量的话应该是相同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既然它的空间电荷右边是正，那左边是负的话，那它的那个电场方向在这个 PN 界面的电场方向是怎么样子的？当然一样啊，就是说。一个这样子正负的话，我们电场方向都是从正电出发，然后往负电去走。所以它在这个 P plus N 的界面的话，从正电出发往负电去走的话，它应该是有一个朝负 X 方向的那个电场会存在在这个空白区里面。所以我们往下对应下来这边看这个电场的分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负的往下凹的一个这样子的分布，它是一个负的电场。那它同样就是说，整个电场最大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P plus N 的这个交界的这个界面的地方。OK， 所以它的左半边涉及跟积极的这个 PN 界面，它的那个陶土都跟我们前一章的单侧的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再快速的讲一次，就是说我们先不要看右边这个积极，如果我们先看涉及跟积极，那看它的那个浓度分布，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空白区宽度。是主要是靠在自己的部分，那空白区里面就会有空间电荷，所以我们一样也要知道说空间电荷到底哪边是正，哪边是负，在 N 型是正，然后在 P 型里面的话是负。那既然空间电荷有这样子的分布的话，当然电子是从正的空间电荷往负的空间电荷指数，会往负 X 方向指，所以它的电场方向的话是一个负值，那当然它的一个最大电场强度是在这个设计跟机体的。界面的那个交界的地方。好，那这个能量图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讲。我们先把另外一个空间电荷，另外一个 PN 界面，把它的那个空间电荷的一些分布再把它讨论一下。就是说，好，我们现在看完了左半边的这个 P plus 的这个界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设计这边先挡起来，我们看一下积极跟积极的这个 PN 界面它的那个分布。那它同样这一 P 的话，我们刚前面提到说，在集体的掺杂浓度，这个 P 的话是三层材料里面最浓度最浅的。所以浓度最浅的话，当然如果我们单比这个集体跟集体的浓度的话，这里的 N 跟这里的 P 的话，应该这个 N 是稍微比较高的。虽然它是适中嘛，这个是
比较浅的，所以这个弧度是比右边的这个机械弧皮是还要来得高的，所以它的空阀空阀区的那个分布的话，一定就是说跨载机器的这一侧的话，空阀区宽度是又更大，因为中间的那个机械就稍微它大一点点的。那一样的话，就是说它的那个空间电荷的话，分布一样是在 N 型里面是带正电的空间电荷，在 P 型的这个机型里面是带负电的空间电荷，所以它这里的话几乎是跟我们刚刚左半边的这一个 P plus 的机型是稍微反过来的。但它这 N 这边的话是正的空间电荷，这边是负的空间电荷的话，当然它的电场一样是从正电荷往负电荷去，也是往正的 X 方向的一个电场，所以你再往下看的话，它的那个电场幅度就是。是一个正的这样子的那电场，如果它同样它的整个最大电场程度的话，是在这一个 PN 界面的这个交界的这个地方。OK， 所以这里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的这个 PNP 型的这个 BJT， 包括它的那个整个空阀区，包括它空阀区里面的那个空间电荷，那这些空间电荷所造成的那个内建电场的话，一个有正有负，它是一个那个相对的一个情况哦。如果独立开来，先分开来看的话，我想至少前面三个图，知道还要跟我们解释、跟我们讲解的是什么。好，那这里最后的话，我们当然离开这边之前，我们把最底下这个 BJT 它的能带图，它的那个分布一样要来稍微解释一下。那我们再来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在前一张的那个 PN 界面，讨论说，我们要画一个 PN 界面，它的在热平衡情况底下的能带图的话，我们就是先把 P 跟 N 两个的那个能带图先把它独立分开来画。那我们知道说，两个独立分开的话，它的 EF 其实 EF 的位置跟它的那个参展度有关。那你参展浓度越高的话，比如说 P 型，参展浓度越高的话 ，EF 是会越往下，越靠近 EV。那如果是 N 型的话，参展浓度越高的话，其实是越往上越靠近 EC。那同样，我们就这里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前面的图，我们都先看左半边的设计跟机器的这个 PN 界面。那我们能带图在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定要先机器这边，我们先不要动它，我们先一样先看这边的左半边这个 P plus 的这个界面。那我们 P plus 我们刚刚提到说，先把它独立分开来画，所以我们就应该你就先旁边先画一个 P plus 的那个能带图，就是EF， 那这个 EF 是非常靠近 EV 的，因为它的那个参展浓度很高嘛。然后我刚刚提到说，浓度越高的话，其实它会 越往下去贴近，所以 P 型的话是这样子。那中间的 N 型的话一样，它就是 EF 变成是在较中间偏上的那个位置。那不过它跟 EC 之间的距离就没有像左边的这个 P plus 那么贴近。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设计的 P plus 的那个机型的 N 把它接在一起。那我们之前讲的 PN 界面，我们能带图要接在一起的时候，在这边的情况，当然就是说让它的 EF 在相同水平线高度，所以你就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把它拉起来，在相同水平线高度。那中间的话就是把它这样的顺势，把它的空阀区这样顺势连接起来，那就是之前讲到那个一个 P plus 的那个能带图。那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就先完成了设计跟机器这边的 P plus 的之后呢，那接下来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里视为一体。然后我们主要等一下要讨论也是一样，我们要完成这里的一个 N P 的这个能带图的界面的话，那你当然先把这个机器的这个 P 它的那个能带图先把它独立开了，那之后的话，再把它跟刚刚我们完成的这里把它接在一起。那既然它是热平衡，所以其实它就是 E F 是从头到尾都是在相同的这个水平高度之下。OK， 那当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这里既然 P plus 这边是比较前参展 P， 所以它这里贴近的程度的话，其实这里应该是比较近的，那这里是稍微比较宽一点点。OK，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一个像是有一个凹槽这样子的一个能带图的一个结构，那就是一个 PNP 这样子的 PZ， 它在热平衡情况下，在我们强调热平衡就是还没有加任何偏压的时候呢，它的能带图应该是呈现最底下这样子的那个图形。好，那如果我们已经对这个热平衡，包括它的空阀区、它的空间电荷分布、它的电场分布，还有它的能带图，已经那个进一步的已经了解完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对这个 BJT， 如果我们要让它操作在
主动模式的时候，那插入在主动模式的时候，它到底这些那个刚才问的这几个地方的话，这几个东西的话，会有什么样子对应的变化？那其实这里的讨论就是很简单，因为如果我们上一张的 PNG 它的顺片、逆片等等的一些情形、空白区的分布那些情况，已经搞懂了之后，那我们这里当然其实只要是先把它左右两边把它独立开，先看一遍，然后之后再把它们两个之间未来的时候，它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然后我们再把它串起来就好。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还要对刚刚的这一个 PNP 的 BJP 让它操作在主动模式的话，当然这也是一个那个他们 base， 也就是说 base 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共同端点让它接地的话，那我们这里的话，最主要的就是说它的主动模式就是让设计跟机器的这个界面是顺片，那另外的这个机器跟机器的界面是逆片。那同样我们先把它独立开来看，就是说设计跟机器的这个 PN 界面顺片的话，当然你的那个偏压的情况，这个你家的这个直流比较正的这一侧应该是连接到你的那个皮型的这一侧。好，那另外的话，这里如果是施加逆片的话，那当然反过来变成是比较负的这一侧是接到这里的这个 P， 也就是机器的这个部分。好，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说操作在主动模式它的偏压情况，设计跟机器界面顺片，机器跟机器界面逆片，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讨论它的那个空白区的宽度的分布。我们刚刚是从这里着手嘛，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设计机器这个顺片的这个 Plus N 的这个界面。它既然是操作在顺片的话，那我们再稍微回想一下，我们上一章讲到一个 PN 界面操作在顺片，它的空白区宽度是会变宽还是变窄？应该是会变比较窄嘛，因为它的那个，如果你有点忘记的话，你可以稍微去翻一下这个。在上一章的十五页这边，是提到说，一个 PN 界面在热片的情况的那个空白区宽度，然后顺片的话它变窄，然后逆片是变比较宽的，可以稍微去对应一下。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的是能带，就是顺片的话能带是变比较宽的，那逆片的话能带是变比较陡峭。这里的观念我们等一下会把它引进来这里的这个 BJP 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这里的设计跟机器现在既然是顺片的话，它的那个空白区宽度应该是变得比较窄嘛。那变得比较窄的话，当然露出来的这些空间电荷的量的话，其实相比刚刚前面的那个热片来说的话，它的量是会比较少的。那整体来讲变得比较窄，当然就是说它其实一样，这个 N 型这边一样是带正面，逆面是带负面，所以它的电场的方向还是不变，是一样是往那个负的 X 方向走。那只不过因为你家的最亮片，我刚刚讲说露出来的空间电荷变得是比较少的话，那当然它的那个电场强度如果跟刚前面的相比的话，其实它应该是变比较小的，因为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空白区宽度变窄嘛，那它的那个电荷的那个分布量就有这样子对应的变化。OK， 好，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当然就是看完了左半侧这个 P Plus 的话之后，我们一样是看右半侧的这个机器跟机器的这个界面。那现在它是处在一个逆片的情况，所以空白区宽度就跟刚刚反过来是变得很宽，也就是露出来的空间电荷量的话是比较多的。那它不变的是它的电场方向一样是往正的 X 方向去指。那现在的话，就是它的电场分布的话会跟刚刚的那个热片的相比是变得比较大的，它的那个这个空白区的那个露出来的空间电荷又比较多，所以整个电场强度在这个机器跟机器的这个界面的电场是变得比较大。好，所以完成了上面这边完之后，我们接下来这里一样比较难的是这个能带组的这个分布。我们刚刚前面的这个能带组的分布的话，知道说，在这边的情况底下，它的 EF 是维持同样的水平线高度嘛？那你现在的话，变成超在主动模式，它怎么变化？一样，你先就是先一个一个看，同样先看左半边这边好，左半边这边就是热平衡的情况底下，那
那我们现在等一下操作在主动模式，这个界面是变顺向填鸭吗？那我们刚刚回过头去翻第三章的那一页十五页的讨论的时候，我们说它的能带图在顺变情况下会变比较缓和，所以变比较缓和的话，因为它的 EF 超出在 TI 的话，它就是会断开了嘛，所以它断开变缓和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一些把变化切断之后，把右半边的整体把它稍微往上搬，那这里的那个坡度是不是应该就是会变得比较缓和？所以等于是说会一下这个情况，你看。它就是刚原本热平衡之前，热平衡的时候 ，EF 是在相同的高度嘛？那你现在操作在顺片，你等于是把它的 EF 把它切断，切断之后右半边把它整个往上翻，让这个坡度变得比较缓了。所以它的确是往上翻。你看这个 EF 的相对位置的话，变成是中间积极的这个 EF 是在稍微比较上面一点，所以它把它切断完之后，稍微往上翻，然后就来描述说我们的这一个设计跟积极的这一个界面是处在一个顺向平衡的情况。那当然，操作在顺边的话，我这边的那个顺边的这一个设计跟积极的界面，我的电池是比较容易从我的积极往设计方面去移动的。那当然，相对来说的话，设计这边的那个电动的话，一样也是比较容易往中间的这个积极移动，因为主要是这个皮链界面它是处在一个顺向平衡的那个情况。好，那看完这边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右边的这一个积极跟积极的这个偏接，它现在变逆偏嘛？那变逆偏的话，同样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热平衡的情况底下，这个偏接面的话，它现在还没有超出任何偏压。那我现在未来，我现在准备把它接逆偏的话，逆偏它会变比较陡峭，所以你把它砍掉完之后，那它这个变陡峭是怎么转变？等于是说右半边这里的那个。机器这边的话，你要往上拉很多，它才会变比较陡峭的。所以它变比较陡峭的话，当然对应起来的话，就变成是这样子的情形。它的EF砍断砍掉完之后呢，断掉了，那你把右边的这个机器的这个拼的话，它整个往上拉，而且拉蛮多的，它要变成是一个比较陡峭的一个这样子的那个情形。OK， 所以当然在这里的话，这个陡峭的那个逆偏的话，那这里但这里的电池是变得是比较不容易进入到我的那个机器的这一侧的。那它的这个不管是这个 PN 界面或者是这里的 PN 界面，它的那个顺变逆偏，你所施加的这个 PN 大小的话，就会完全去影响到我们的整个那个波度变化的那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里的逆偏加的越大的话，那你当然是往上拉的更明显，会有这样子的情形。OK， 所以我们再把这一页的那个讨论，因为其实这一讨论跟上一页讨论，我觉得我们是要一题一题来看。一开始先来看说，在热平衡的情况底下，就是说还没有加热的平衡的时候，我们把它的空滑区宽度的分布，它的空滑区里面的空间电压分布，然后进而去影响到空滑区里面的电场分布，它们的大小，我们都已经确定的。那我们也知道，在前页的那个最底下热平衡的情况底下，这个 PNP。它的那个三层材料堆叠起来之后，热平衡它的能带 EF 是在相同的那个水平线高度。那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我们操作在主动模式，我们就是要来破坏它的那个热平衡。那当然，操作在主动模式就是设计跟机械界面顺偏，那机械跟机械界面逆偏。那当然，它刚刚讲的那几个，包括空滑区宽度等等的，它就会分别在顺偏以及逆偏或者底下这个情形的那个对于电场的那个分布的话，它会很明显的不同。那最后的话就是说，把刚刚的那个热平衡的情况底下，它的能带图分布呢，现在要让它操作在主动模式的话，那当然就是顺偏变得比较缓和，逆偏变得比较陡峭。那当然就是可以借由这两页的那个能带图对照，然后再搭配我们在第三章的那里的那个讨论的话，其实你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这个能带图是这样子画。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从这个能带图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它的这个操作情况，它的那个这些载子的流动会因为这个能带图的分布，它可能会比较容易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进入到另外一个区块里面。那当然这些那个情形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那个电流的大小。好，那底下这边的话，当然它是假设说，在一个理想的状况底下，它的那个。设计跟积极界面，我们是假设它的空滑区里面是没有那个产生负荷电流的那个存在，所
涉及这边的主要电流 的那个来源的话，就是我们的这里这个 PN 界面呢，它的最主要的最大的那个贡献的话，是涉及这边的那个电动的话，因为这里的水箱平压，它会有大量的电动从涉及往机器这边去流动，就是这里有好多颗三颗这样子，它被这个水面把它推过来，它其实是造成我们的那个涉及电流的最主要的成分。那另外一个成分就是这里是水面的话，当然相对来说，这里的在机器的电子也会被这个水箱平压的界面变缓的这个情况底下，它比较容易进入到涉及的这一次。这边自己的一个咨询，我想把这一边的一个贡献来讲好了。就是说，我们的右半边这里的这个 PN 界面，它是在逆偏嘛。那我们晓得说，逆对一个，我们先把那个左边的这个设计遮起来，我们先看这边的这个 PN 界面。如果它是在逆偏的话，那当然逆偏的操作。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说，一个处在一个逆边的情况的一个 PN 界面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逆向饱和电流会流过，从我的那个机器这边流过来我的那个机器这边。那我们的整个那个 base 这边的话，我们是其实是做的很窄的，非常非常非常薄的。那我们当然刚刚提到说，设计这边的水箱里面会有让电动有大量的从设置这边涌进来我的机体这一个部分，那它电动进入到机体的时候呢，它就瞬间从多数载子到这个灯型，它就变成是少数载子了。那这个少数载子这个涌进来从设计过来的这个电动的话，它在这个灯型的这个机体里面，它就会以扩散的方式穿越整个机体。那我们因为很做的很薄，所以它其实走一小段的话，它就跨到我的那个另外这一个PN 界面的这个空白区的这个边缘。那它跨到这个空白区之后呢，当然这个空白区它现在是有逆偏的情况，它有一个很强大的电场往那个正的 X 方向走，所以这个电动的话一旦进入这个空白区，它会很快速的被扫过来，有电场然后被扫到我的那个机器的这个区块。所以当然机器之所以叫做 connector 的话，它就是主要去收集从设计这边过来的这些那个载子。所以我们其实这里的整个载子流动的过程，在电子学其实已经稍微接触过了。那我们这一段会再更深入来那个讨论一下，就是说从射击的这个水箱变压呢，你会有大量的电动从射击被扫，被那个瞬间的推动进入到那个 base 的机器的部分。那机器这边是宽度很窄，所以它电动在进入到 N 型的机器之后，它变成少数载子，它以扩散的方式走过机器。那因为很窄，所以它很快就走过了，那它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另外这个 PN 界面的这个地方，而这个 PN 界面的空白区有很强大的电场，所以电动跨到这个空白区就会被这个强大的电场扫过来，扫到右半边这个机器的部分，然后它就会被收集到。OK， 所以这里的话，当然就是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老师刚刚在那个图形的叙述。那这里的话，当然它课本稍微讲说，它整个被扫过去的那个情况，就有点像那个水里面的那个泡泡，它原本在比较低的地方的话，其实就是会直接就是往上去走，就直接被扫过去，搞到我们的那个右半边。那既然它大量的那个电子，其实哦，大量的电动方式，它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它整体过来的话，其实会有一部分的那个电动在机体的部分会稍微被消耗掉，因为我们刚刚说它进入到机体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少数载子，它周围几乎都是那个电子。现在电动虽然大量被消耗掉，它周围有比它更多为数更多的电子的存在。那这些电子的话，就会让这些有机会把这些从设计进来的那个电动把它复活掉。那复活掉的话，当然电动在这个时候的话，它会减少掉一小小的那个成分。所以，我们在如果去比较说机器这边的那个电动的数目跟设计的那个电动数目，其实这两个是非常接近的。不过机器这边的那个电动数目还是稍微比较那个
少一点点的。那当然，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它会被复合掉断。其实 IC 跟 IE 这两个之间其实非常接近的一个电流的一个数值。好，那先这边讲到这个电晶体动作的话，就是说它既然要这两个 PN 界面要彼此会互相影响，会互相有关系的话，其实这两个 PN 间它们实际上的两者之间的距离要必须够近。如果说你那个这两个 PN 间，也就是说我的基基如果做得太宽的话，其实它们整体之间的话，就像是两个那个背对背的那个 PN 界面而已啦。那几乎就是说你射击那边扫过来的那个电光，如果它中间的那个基基距离太远的话，也就是说它还没有这些扫过来的这些电光还没有穿过整个积极到达这里的这个空白区之前，它可能就在这个比较宽的那个积极被整个那个复合掉了，所以它就不会有那个我们的那个想要的那个电晶体的一些那个效应。所以你要有这个电晶体的这个动作的话，其实主要是说这两个连接面它们两者之间的距离必须要靠得够近，如果太远的话，它就失去了这个电晶体的那个效果。OK，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讨论的，就包括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那个结构，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来介绍一下说这些就算是复习了，以前都稍微已经知道了。那唯一不同就是说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介绍说在热面的情况底下这两个 PN 界面它的一些主要的一个情形，以及操作在那个主动模式的时候分别是射击跟击，这个是顺片的话；击击跟击，这边是逆片的话。这两个 PN 界面在分别在顺片和逆片，它的空白区、它的空间电压、它的电场，然后进而得到这里一个算是蛮大的重点，就是说它的那个等待人在主动模式的时候，它是以呈现这样子的分布。但等一下的话，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来讨论一下说，在这样子的那个界面，它的这些电流的话，它到底是怎么去对它的。这些形成这些电流，这些电流的成分到底是有哪几项 ？OK， 那所以这里的这个图形的话，其实就是把刚刚老师在前面的那个结构图里面提到那个载子被扫过来的那些，要把它具象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射击跟击击的这个界面的话是那个顺向偏压嘛？那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这个。我这边讲到说，就是说这里是顺边的话，会有很大量的电动从射击这边涌进跑过来我们那个机器的部分。那也有相对来说的话，也有一小部分的那个电子是从那个机器的部分被扫过来我的那个射击的部分嘛。所以它这里的这个 IEP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从我们在它底下面的多颗那个电动把它扫过来的最主要的那个贡献。所以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主要的那个设计的那个电流的话是以这个 IEP 被扫过来为主。那另外那个 IEN 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它这个顺偏的这个 PN 界面也会让电子从机体往设计去流动。那当然电子从机体往设计流动的话，它带来的那个电流的效果的话，其实反过来是一样是 IEN， 是这个方向从那个设计指向机器的这个部分。好，那它既然这里的那个电动，我们刚刚讲说它被这个顺向偏压让电动大量的从设计涌过来我的那个机器，那它涌过来之后，它我们刚刚就已经知道说它在这里机器的区分它变成是少数载体，所以一部分的涌进来的这些电动的话，它会被周遭的那个电子给复合掉。所以你看，如果看它这个那个箭头那个粗度的话，这里是最粗，它这里的话，等它穿过整个机械的部分，它就是稍微，它把它画的稍微比较小。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被复合掉，是减少的，是因为它在中间的机械部分，它变成是少数载体，会被周围的那个电子所复合掉。那当然，当它穿过了整个机器的部分，它涌进了这个逆向平安的这个机器跟机器的这个 PN 界面的话，它马上就会被扫过去，所以几乎在这里亮多少的话，它就进入到了那个机器的部分，它的那个电流的那个大小就是这么多。
现在来细部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三个端点它的那个电流的成分到底是有哪些电流的成分？那首先的话，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机极的那个电流，就是说，如果你去量测 base 中间这个 base 外部量测到这个 IB 它的那个电流大小的话，其实这个 IB 的电流大小，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底下这三个成分的那个加总起来。那当然，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IEN， 这个 IEN 的话，它因为会造成的那个电流效果是这样流过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PN 接这个射极跟极的 PN 接让电子从积极往射极去走嘛，所以它就造成了有一个这样子的那个电流的一个成分。那但这个电子成分也会对我们这个 ID 有所贡献。那之后的话，我们就会讨论说，其实这个电流的那个电子从积极流到射极的这个成分是我们比较不想要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它是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一些那个争议等等的一些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成分的话，其实是构成我们的那个积极电流的其中一项。那接着另外一项的话，其实就是跟它的那个负荷调的这一项有关。我刚刚提到说，电动进入到机极，它一部分会被周围的那个电子负荷掉嘛。那周围的电子的负荷掉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为了要维持电动性，我们中间这一块机极的部分的话，它其实在负荷的过程当中，这个电子是有少掉特定的这个数目的，跟这个被负荷掉的电动数目是1:1这样子嘛，一颗电子换一颗电动这样子。所以你为了要满足它的那个材料的那个电动性的话，少掉那么在 N 型材料里面少掉那么多颗的那个电子的话，你必须从外部的电路去补给它。所以它这里的这个上头这个箭头的话，是从外部电路补电子进来给它的。那补进来给它的话，当然电子这样流进来的话，它造成的那个电流的那个效果就是 IBB 这一项，对，是那个从积极流进来的这个替补电流。那为什么是到底是替补什么？就是主要是替补说我的电动进入到积极的时候，那它会被周围的那个电子所负荷掉嘛？那你为了维持积极的电中心，你的电子少掉那么多，可能要从外部电力补给它。所以这里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到底这个 IBB 的量是多大呢？其实就是跟它被负荷掉的量有很明显的关系嘛。那你一开始进来如果是 IEP， 那当你走到尾巴的时候是 ICP 的话，那当然它减少的这个量的话，其实就是被负荷掉的量，那也就是我们的那个从外部电路补给它的那个电流的那个成分，对 ，IBB。好，那最后的话就是造成这个机械电流，还有一个这个 ICN， 这个 ICN 的话，主要是跟右半边的这一个接触，它比较特别，它是因为热产生的一个那个效果，那让它从那个让这个电子呢从它的积极这一部分往我的那个积极去流动，那当然它就会造成的那个电流的话是跟另外两个方向是稍微相反，就是有情绪电子有一个 ICN 的那个电流从积极往积极方面去流动，那当然这三个成分的那个总和的话，当然这个方向如果是往那边的话，你要知道它的那个带的符号是跟另外两个不一样的。这三个成分的话，其实就是构成我们的那个积极电流的主要的成分。OK， 好，那我们先稍微一下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还会再把这个有一些重点，然后甚至把那个从外部电流、电路的补充电子给它。那最后一个就是说造成这个积极电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另外这个 PN 接面积极跟积极这个 PN 接面，它会有因为热而产生的那个电子的往从积极往积极流动的那个情况，那当然它流动的情况的话，就会造成一个 ICN 这个电方向比较不同的那个电流。所以我们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别把它的三个端点的那个电流把它描述出来，分别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射极这边的那个总电流，在 IE 的话，当然指的就是说你从射极的外部量测到这个 IE 电流的大小的话，那当然这个 IE 电流是对这个 IEP 跟 IEN 这两个的总和嘛。那另外的话，如果是说积极这边的那个电流的话，当然就是 ICP 跟 ICN 这两个之间的那个总和。对，
那这里最底下的这个 IB 的话，其实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它既然是三端的元件，然后流进来是等于流出去的嘛，那流进来这个 BJT 的电流就是 IE， 那流出去的就是 IC 跟 IB 嘛，所以 IE 会等于 IB 和 IC 这两个之间的总和。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把 IB 把它描述成这个 IE 减掉 IC 啊，然后我们再把上面的 IE 跟上面的 IC 把它带下来。那带下来之后的这个结果，就是整理完之后呢，其实得到这一个结论的话，其实跟我们在前页最后那个讲到那个积极电流那个三个成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图形上面的那个观点，还有就是另外两个观点 ，I E I C 的那个电流它引进来之后呢，那你整理完最后出来的结果，跟我们前面直接从图形里面讨论的三个结果是不是是相同的？所以它是符合的。它比如差在说我们。比如说 IE 这个带电，我们再把 IEP 跟 ICP 这两个相减的这个电，我们直接用我们前页的那个 IEP 那个替补电流把它带进来，然后得到这边最后的这个结果，所以它是 IE 加 IE 减掉 IC， 因为 IC 是那个流出去的。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来稍微讨论一下这些电流之间的那个。关系。那首先这个阿尔法零这个共积极电流争议的话，这是它的定义。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说，总涉及电流分之 ICP， 也就是那个 ICP， 就是我电动这些电动我到达最后到达终点到达我的那个积极部分，它的这个电流成分的这个量，它是占。总涉及电流的那个比例是多少？那我们就这是它的定义，它的那个定义叫做那个共积极的这个那个电流争议。那当然，既然这个它底下的核心是 IE 的话，那我们知道 IE 是这两个成分，那就这样写嘛，所以我们把它再拆进来，这个 IE 把它拆成这两项。那这一整个 IE 加 IEP 加 IE 的分之 ICP， 再把它拆成这两项，这里的话等于是说。我们先把它，等于说你看这里 IEP 跟 IB 其实约掉，它是跟前面这个是一样的。那它这里拆两项的话，其实是我们后面会定义出这两项它分别有不一样的名字。所以你看这里到后面这一步的话，应该是很浅显易懂，就是说它只是把它中间多一个这个 IEP 做那个转衔接这样子。那这样子衔接的话，它就把前面这一项呢 ，IE 就是涉及的电流总的分之。IEP 的话，我把它叫做，把它叫做这个涉及效率，这个涉及效率把它定义叫做伽马。那这个涉及效率的话，其实就是那个底下它我有用英文的那个文字去写，我稍微把中文写一下，这样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这两个好的特别是什么。涉及效率伽马，它的定义是等于总涉及电流。分之涉及到总涉及到机器的电动电流。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看这个涉及到机器的运动电流。
总涉及电流的那个比例成分是多大。那我们这里稍微一样就是对照图形来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橘色的这一项，我们把它定义叫做涉及效率，就是 IEP 加 IMIP， 那但这个加总起来就是等于 IE 嘛，它就是我的那个总涉及电流分支，从涉及射到积极的电动电流。那你稍微对应一下图形来看的话，所谓的涉及效率就是说，因为我的总涉及电流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箭头跟底下这个 IE 这两个成分的总和嘛，我来看这两个成分的总和，这个蓝色的部分占多少？那但是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蓝色的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它越多越好，它应该是占全部主要的。但看起来它的确是占全部主要，而且我们要让它更接近我们的那个总设计，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倒数的那个设计。所以这个第一个定义的一个叫做设计效率伽马的话，就是总设计电流的这个两个的总和。我们看这个蓝色的这个电，从设计到积极的这个电动电流，它所占的那个比例是多少，然后把它叫做设计效率。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把它拆解成这两项，前面的设计，那后面这一个粉红色这一项，我们把它定义叫做积极传输因子。那同样的，也是把它的那个中文稍微让大家稍微补充一下，这个积极传输因子。涉及到一个积极的电动电流，成功到达装电的抵达机器那个电动电流。大家可以在英文的旁边稍微把它补充加注一下。但同样，我们再回到图来看一下，说到底这个积极传输因子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刚从刚刚的图形，它的那个分积极传输因子，就是说从涉及到积极的电动电流，就是蓝色的这个 IEP 这一整项。那我们刚刚说整个过程里面，它走过来，它在中间这里会可能会被复合掉，它会有一部分减少。那它绝大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穿过这整个路径，然后到达我们的终点，就是抵达积极的电动电流。所以我们要看说，到底这个 ICP 和 IEP 之间到底差距多少？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 ICP 可以越接近 IEP 越好，因为我们希望它减少一点，是少一点点的。OK， 所以这里的话，分别就是它的等等定义，先让大家稍微注记一下，我再把这一页再把它。讲一下，
目前也已经知道说它主要宅子的那个流动的过程，那大家要有整个那个流那个宅子流动的一些画面等等，把它建构起来。那这里的话，当然首先定义的是一个共机型的电流，这个 R80， 这个 R80 我把它定义是总涉及电流分支那个 ICP， 就是说到底这个电动电流抵达到的那个终点这个机器的时候呢，它到底这两个这个成分比例，我们就把它定义叫做那个共机型的那个电流增益。那当然这里的话，我们进一步的把它的这个本身这个共机型电流增益把它拆解成两项，分别是前面的橘色这一项跟后面的这个粉红色这一项。那橘色这一项的话，我们把它叫做设计效率，就是李老师在白板这边跟大家说，就是说所谓的设计效率就是总设计电流分支从设计到机型的电动电流，也就是从图形来看的话，只要设计的是蓝色这个箭头跟底下黑色这个箭头两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状态里面，蓝色的这个它所占的那个成分比例是多大？那它的定义的话，我们就把它叫做。那第一，我们就把它叫做设计效率伽马。好，那后面这一项的话，我们把它叫做积极传输因子，也就是从那个电动呢，从我们的设计出发，那它穿过了机器之后呢，它有一部分消耗掉，那没有被消耗掉的话，那它进入到这一部分就被扫过来嘛。那我们来看到尾巴到这个积极的这个中间这个 ICP 是在一开始传输的这边的那个。IP 它是占它多少的比例，那当然就是就可以把它的那个共机型的那个电流增益的话，把它写成是设计效率跟机器传输因子的一个相乘的那个乘积。所以这里的话，当然这里就是说共机型电流增益等于刚刚讲的这两个东西的那个相乘。那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像是制程的步骤啊，像是每一层材料的它的那个掺杂的浓度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像是每一个级，比如说设计机器机的，那每一层的宽度，我们可以来调整来设计它有不同的那个伽马跟阿法 T。那当然这里我们是希望说伽马跟那个阿法 T 的话，这两个是希望它越接近一越好。那越接近一的话，当然两个相乘起来的话，这个阿法 T 的话，它也会。越接近的，所以这里那中间过程就是说一个比较设计比较好的 BCP， 我就是希望这个 ICP 是越接近 IEP 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设计电流的话，主要是以那个电动电流为主，下面像那个 IEP 希望它越小越好。所以它这里就稍微又呼应到我们前面说，为什么这一项是不想要的？因为如果这个 IEP 越大的话，会造成说我们的那个。设计效率其实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设计效率大一点的话，那当然就是说让这个 IEP 这个整个让它越少越好。那主要是以这个蓝色的这一个 IEP 为主，就可以让它的那个设计效率比较高。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怎样把它的那个积极电流它表示出来呢？
这个 ICN 的话，其实之后你会看到有他们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它叫做 ICPO。这个 ICPO 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量去量测极极跟极极的这两个端点的那个电流。那我们剩下的那个端点就是设计的话，我们让它 open， 让它开路。那既然让它开路的话，那应该是把它开电流的这个大小的话，去就是两个 ICN， 那我们就可以把前面这边直接用这个 ICPO 来表示。所以你之后如果看到有一个电流下面有三个，对 BJT 来讲，它有三个符号的话，其实它O 就是说剩下的那个端点是开路，然后去量测极极跟极极那边的那个电流的大小，所以这个成分就是它的这个 ICPO。所以这前面这个比较基础的，好像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当然，我觉得这里的最主要重点就是刚上两个话都是跟讨论的这个它应该是结构，还有它的一些面的一些载子的一些流动的那个情况。然后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由这张图来了解每个端点的电流成分是由哪几个去组成的。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这边有定义出这三个一些正义啊、效率等等的这些东西它的关系。那当然这里的话，一个比较好的设计的话，就是尽量让它这个共气节电流这边是越接近越好，但希望它越接近越好的话，是希望说借由提升它的设计效率跟它的机器传输因子的话，可以去提升它。那怎么去改善它？当然就是借由老师刚刚稍微提到的，可能是一些每一层材料的掺杂，还有每一层的宽度等等，去借由这边的那个调整。上一张的片接的一样，我会先做一些简单的假设，做一些基本的假设，然后当我们知道这些讨论之后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把一些类比相关的性质把它引进，把它统一起来。那所以我们先做基本的假设的话，当然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会假设 BJT 这三层材料它的那个掺杂都是很均匀的，也就是说在整层材料里面它的那个浓度就是固定不同。他说，就如同在前一张的那个，就像我们这里就主要就是以这种空间。
其实这个文字序列就如同老师刚刚在第九页、九页已经讲过嘛，就是说一个顺偏操作的这个设计跟机械的结合，会把电动大量的把它注入到设计，注入到那个机器里面，就是我们前面第九页那个就是箭头，那个蓝色那个标出的那个箭头。那当它进入到机器之后，变成少数者，它就扩散的一个方式呢，穿过很窄的这一层那个机器的这一层材料当中，然后就进入，接下来就进入到风暴区，然后被扫到右半边的那个机器的部分。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当然就是接下来的主要的工作去讨论说，这些电动进入到机器，它会不会在机器里面呢？它在机器里面它的整个浓度、稀度的分布。那我们这里的话，先考虑的就是这个机器的话，会类似我们在第二章讲到这个单边开出，那你这个名词如果有一点点忘记的话，我帮我们在第二章那边的一个图上稍微简单的把它画一下，然后再把它说到底这样子的观念，再把它弄到我们这个云间里面记忆。所以我们之前在第二章的时候，我讲到单边我们开始输入的话，我们就讲到说有一个无限延伸的半导体材料，它是很长，然后我们在它的其中一个面的话，我们对它比如说照光好了，那当然照光的话会让它接受光的这一面呢，它的载子的数目，因为吸收了光这个能量，在这一侧的那个浓度会比较高，那当它这里浓度比较高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从浓度高的地方往浓度低的地方去扩散，然后就会造成有那个电流的那个流动。那我们这里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就是说，这是在不同位置它的少数载子浓度分布的情况，那当然这里的话就综合的话就是说在不同位置的那个分型材料里面它的那个电动的那个浓度分布嘛，那我们知道说在最表面这里 PN 括号里的话就是在 X 边最它的电动浓度应该是最高的在这里面，那它随着它慢慢的远离这个受光的这个面的话，因为它这一光逐渐就是它就局部集中在照射在这一面嘛，所以它是照不进来。那个时候做这样子的假设，所以随着它远离这个照光面的话，它其实跟照射在的那个浓度分布一样，都会对到这个热平衡的这个浓度 PNDD。OK， 它是这样子。只是我们在第二章的这个单边的开出的时候做这样子的假设。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观念把它搬进来我们这里的 BJT 的机制，所以我们这一整块的话其实就画在下面。
为什么我们把它搬进来？我们前面是在第二章讲到的是说，对一个 N 型的半导体厂要造光，然后让它有宅子，像是从突然间从这里这边涌进来，然后进入到我的这个 N 型半导体厂。那我们现在把它搬到这里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对它造光，它现在造成它有一个宅子涌进来的话，就是说这个界面有这样，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这个类似 IEP 有大量的变动，从设计进入到机器的部分嘛，所以它既然涌进来的话，它现在在这个机器里面，它一样在这个交界的地方浓度是最高的，但慢慢的随着它远离这一个界面的话，它就是浓度会逐渐的下降。那只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它我们要稍微修正一点，因为我们前面是讲说，所以它慢慢远离这个界面的话，它浓度会回归到这个热面的浓度 PNB， 而且它的宽度是无限长。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base 这边的话，我们提到说它其实是做比较窄的。那做比较窄，另外呢，它在这个机体跟机体的这一个位置的话，它这边是一个逆偏。的一个膨化区，所以它有一个很强大的那个电场存在在这个界面嘛。我们这一次提到是有一个往正 X 方向的那个电场存在。那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这里电动，当它进入到这个位置的话，会马上被扫光。所以它这里不一样的地方在说，它的那个浓度不会回归到那个热的浓度，而会反而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它的浓度到时候会降。它是被这个电场扫过来，不过就是说整体来讲的话，它其实是类似我们在第二章提到的这个3.5台柱，因为你看就是说在宅子注入的这一面，它的浓度是最高的，那随着慢慢它远离这一个注入的这一个面的话，它的扫出宅子浓度是越来越下滑，这里这个曲线的话，指的应该是这个扫出宅子的浓度它越来越下滑。那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说，它是一个无限延长的，但是第二张手是无限延长的一个 N 型半导体材料，所以它的浓度会降为热平的浓度 PNB。可是我们这里在机体跟机体的界面的话，它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场，所以它这里的话是它不止下降，而且它还会降为零，那到时候就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形出现。好，所以这里的话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冲一下，就是说我们把第二张的这个单色。来注重的观念，把它引进来我们的这个 BJT 的机器里面。好，所以既然它是单色混态注入的话，我们一样就是把那个连续方程式的一些那个讨论把它讨论进来。也就是说，它在我们假设说，在这个它的那个机这一个地方是没有电场的那个存在，那我们当然就可以把它，因为我们前面的单色舞台注入的话，如果你回去翻第二章的那个39A 里面的话，它的那个式子其实跟这个很相似，那我把
既然在 BJD 的技术里面，它是类似这个单一模态，就是我就可以把同样的这样子的关系数它搬进来，所以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个结果。好，那有了这边的这个结果，这个式子的话，当然它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式子先去写出一个那个通解，就是说分别在不同的。在那个机器里面的不同位置，它的那个少数载子，也就是电动的那个浓度的话，你可以用这样子把它表示出来。那如果你要去求出这个 C1 跟 C2 的话，就把一些边界条件，像是它的那个边界条件，就分别就是说在设计跟机器界面这里的浓度大小，以及在机器跟机器这里界面的浓度大小分别怎么来表示。像这边的话，就是说在它的整个机器的尾巴的那个挡住的那个位置的话，它浓度降为零，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边界条件。那另外一个边界条件的话，就是说我的设计跟机器那边是处在一个顺片的那个情况，在这个界面的这个地方的话，浓度是最高的。那这个浓度的大小其实就是跟这个电压有关，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边的这个式子来表示说，在一开始注入到机器的时候，它的那个少数载子。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两个边界条件把它带进来，上面的这个图解就可以去解出那个C1和C2。那当然，下一页的那个解看起来非常复杂，就是说它到时候表示出来的话是这一串。不过我们一直在重复提到，就是我们在这里学的，或者我们并不是要去想出来这数学到底是怎么弄出来。像我们这里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解出来的其实这一长串看起来非常非常复杂、非常可怕的东西，可是只要我们做一个假设，就是说呼应我们一开始我们讨论到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让它的机体的宽度大约是很小很薄，而且它小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我们前面是有提到说，希望它是在右边这边，它这个机体宽度很小，它比较它的那个少数载子的那个扩散长度的话，它还要小，也就是 W 是比LP 还要小的那个整个扩散长度的话，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假设情况下，机体的宽度，这个 W 是机体宽度，机体宽度比它的那个少数载子电动进入到机体的时候，它的那个扩散长度还要小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把上面的这一串看起来很丑的这个最后的那个解出来不同位置的那个时候，在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底下这样子比较简单的这个分布。那简化成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是说这里的话，既然做这样子的简化的话，我们原本少数载子的那个分布的话，原本如果比较长一点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这样子慢慢 decay 的一个有点弧度的那个曲线嘛。那你现在做这样子假设，写出这样子的结果的话，其实就是说它中间这个很窄的机器宽度，它的少数载子会趋近于一个斜直线的这个分布。那接下来之后，我们当然就是会去透过讨论说这里的那个曲线的那个分布啊，进而去把它推展到一个电流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来稍微把这里面的这个重点再把它讲一下。这个图大概就是老师画在那个白板这个底下那个图嘛，那他画的比较那个，因为他这已经做近似，就是说，当我们做这样子的假设，机器宽度很薄的话，它的中间少数在这里部分会趋近于斜直线。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它的那个机器的尾巴靠近机器的这一侧的话，它的少数在会降为零。那这里的一开始这个浓度的话就跟我们左半边的这边设计跟机器的这个界面这个偏压有关。Okay,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大概时间没办法把这个后面的讨论程序去把它完成。那大家回去的话，可以就是说先稍微把我前一张的。